这个真的升得很快耶。烦是烦在他会那个饥饿。我要做烟熏炉比较快齁。哎、欸、我有烟熏炉啊。烟熏快哦！我来这边一个一个慢慢用啊，兔兔，做花吧。哎，我没黄色的花。我们先去找小黄花，哈哈。先睡觉。我吃完午餐吗？没有，我的午餐在旁边还没吃。看到了，那我们之后出去找花，也要找大量的小黄花回家。欸、其实那个染料的钱也很好赚呢，因为你用骨粉撒两格高的花，就会可以复制花了嘛。那这样就可以有大量的燃料了。江郎西安安西还是西安安？哎呦！现在思考到一件事情，会有白目的猫跑来咬它，过来。
这样有点可怜呢。他明明也没做错什么事情，就被我关起来。就主要是因为这边有一些白痴的猫会来咬人啊，不然不会养那么多猫啊。臭猫！地板门，地板门。好可怜哦，我的天哪！不会啊，他有透气，没事没事，就帮他盖一个大一点的家，把他引走。那我们先来继续擦火吧。那我们擦到哪里了？觉得被昨天被他们嘴有点不开心，一二三四六，一二三四然后昨天他吃那个吃鸡排加辣，然后被呛到，我还很没良心的一直笑他。哎，他旁边可以插火把哦。哎，我以前也不行啊。他不看台，他会挂台啊。是啊，每次都说啊有开台哦，我不知道啊，好难过，果然跟你们都不一样，你们才是我的好朋友、好干爹、好观众、好好音乐。他觉得没地方可以盖自动，不是自动啊，鹅卵石制造机耶，盖在哪啦？对啊，你们最棒了！我到现在还没盖，还没装品牌。盖在下面吗？要。不然盖在上面这里。可是我这是修补哎，让我想一下哦、喔，
因为修补你再烧下去就变成那个烧过的石头，那烧过的石头你再拿出来用就很丑，就很像，不是很丑，就是太有科技感，我不想要。放屋子里不是啊，我规划，我要想一下规划哦，不然就盖这上面，反正漏斗多嘛。好，来开始动工。啊，干，盖这边好了啦。啊，好吧，盖这里。啊，当时是二三四五六。这样子，然后下面这边是放漏斗，我想一下哦，水流要放。这里还是你把旁边沙丘整一整，你说这里吗？这边之后啦，我会盖这边也是因为我这边整地之后，因为我东西会放下面。啊！欸，不对，要这样子。站这里好像不用欸，我也挖不到后面这边啊。对啊，这里是站的，然后漏斗接四个。倒两桶水，附魔台那边这个吗？欸，好像也可以整地了呢，没关系啊，想说设施类就都盖在这边吧。哦，那个是牛牛屠宰场。的是甘蔗制造机，鹅卵石制造机，然后
再来是要漏斗。与安安现在在做鹅卵石制造机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我既然要盖鹅卵石制造机了。哎，先睡一下，看他卖什么。这可以买耶，但是我没有可可豆，不然就等他卖可可豆了。四个二十块，二十块。然后之后就把这个熔炉搬到那边去，不然都卡在这边也有点烦。20块，买四个。你怎么把人家杀了？我还没买耶。去啦！哎，对，我那时候是要说做一个啊效率的钻石符哦。改种黑橡木吧，木头也比较多。我在砍木头，对，很明显吧，因为我要做箱子，所以我需要一点木头。好，等它慢慢掉，我们去做箱子。哦，然后我这边稍微改一下，就是这个灯笼往上一格了，把铁栅往上一格，因为我在想说，如果昨天挂一个晚上的话，应该会爆，所以你看爆了。所以就多加两层箱子，然后铁不够吧？好，来吧，铁。哦，真的方便，13个够，然后。放回去。木头。这个箱子先暂时放这边。傻眼。
我看一下哦，漏斗接出来那，看一下哦，烧好，没事，这个可以往下。哇、哦，先放这，然后漏斗再猛接，假如这个有个系列，一定叫"不轻松生存”。好忙哦，忙碌的生存，什么都要干。没挖干净。好的，那再来就是我们要这样改吧？我忘记了，这样吧。你去找东西吃，好啊，慢走哦。到到啊天，我的天哪、崩溃喏！这无限水好像也没差哦。然后上面倒岩浆就完成啦，完成了吧？这样，看一下哦。
对，就这样。将到这一格，然后把上面补起来，吧。好了，我们的石头制造机完成了。一桶岩浆，然后换装，换砖，换砖，不够。拿丝绸之处，啊，我盖错了，漏斗要往上移一格。好险，及时发现的早，不然都被烧光了。完成。看木门吗？哎，还有。好了，这个就是石头制造机。这样子就不用烧了。我是拿幸运吗？白痴哦！问一下效率 ，OK， 就这样子。先稍微挖一下吧，我要吃个饭。打开点十五点二单人游戏，花时间点。哎呦！我去尿尿，等我等等回来。
好了，快一点了。然后我现在才开始吃完午餐。这个有烽火台之后会比较好玩。有烽火台之后，这个声音就。看，有一大堆石头。嗯，在隔壁的。我整理一下哦，再放隔壁好了。在等家里开饭，不是十二点多了，快一点了呢。这个好了，再挖一下下，我们就出发。我再吃几口饭，等我哈。泥土也可以放进来的，这个放里面。好。把肉都挖掉了，白痴哦！